选修课程的单子大家都拿到了吧？本周大家把决定好的课程都提交上来，这关系到你们每一位的学分结算，千万别忘了。下课。 咱们是选一样的课，一块死还是分开死？公共选修课比较轻松，但学分不高。你看那专业选修课就比较麻烦，但是修一门就能多一半的学分。 沈贵，你选的什么课呀？这是个狠人。沈贵与阿斯卡班的囚徒。罢了，我知道你实力强，但是你全部很多课程的都是冲突的。报了不一定代表要去听，辅导员说，只要考试通过，一样可以拿到一半的学分。哎呀，不是啊，学分转让吗？拿手机支付一下吧。 浩叔一直宅在宿舍，正好选个体育课锻炼锻炼身体。我觉得小时候经常玩单杠来着，那时候我被大家封为了单杠王，没想到长大了就再也没有碰过你了。对不起呀，今天就让我们俩再次融合成一体吧。哎妈！ 算了，还是回宿舍打游戏吧。来报名了，报名了啊！来，快一排的来啊，一个一个来啊！来领表了啊，一个一个来啊！哎，子欣啊，我觉得咱们选修课就报这种体育类的，打打球、跑跑步，比那些文化课好多了。那不肯定的嘛。 哎，兄弟，你这是报什么课？体育课呀。体育课有什么好报的？哎，我在找我们班同学，准备报新的选修课，新换了报不上了。什么课这么受欢迎？这你们不知道？制服诱惑。哎，不跟你们说了，不跟你们说了。来啊，兄弟们，报名了！制服诱惑，制服诱惑，制服，真是不来更待何时来呀！来啊，制服诱惑，制服诱惑。 子欣，没想到咱们农大还有这么一门实用课，幸好报上了。哎，你拿纸干什么？要冲啊！冲什么？你想什么呢？刚才排队有人挤我，水洒身上了，我擦一擦。谁那么着急啊？那不跟他坐着呢吗？这哥们怎么看着挺面熟啊？别别别，暗点点了，老师来了。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这门课的老师。制服心中的诱惑。每一次追寻，每一次迷惘，你总会成为。